情给酒，很完美的抖音方式，只是用的太多了，就没什么了不起。他当时也是抖音抖太多，没什么了不起。我也学一天的啊。那于大哥是学一个叫刘郎。啊，刘郎是学刘郎，可能学。人家在旁边摸溜红的吧，行啊，太大了。有得有得红啊！真系动态诶。到你台，闹热就下来。各位前来不落同意姐妹，大家好，我罗世峰哈。大家好，我下个甜心。好，今日安尼高压淘汰赛的天一礼拜啦 ，Part Two 啦哈。Part Two。系啊，上礼拜参赛朋友全部都同厉害哈。哎呦，迷得都佼佼者哦。系啊，唐文亚礼拜咩厉害哦哈？应该非常的厉害。对对对对。淘汰赛必须规则，参赛者各出一首歌诶，分数80%以上就得过关。分数冇太多88分，签字淘汰。当然，天一礼拜嘛，哈，好消息，哈，还有另外的好消息。现在是工商服务时间。6月18哈，他个忘记得来供应哈，第一个呢，台北国际会议中心，TICC 个人演唱会哈，都是他个这样的共享盛举啦。欢迎他个来唐国诶。好，必须之前介绍的评审先生。一介绍先生，是这个先生。青色的先生，老贵的先生，请邮箱的叶老师来为我们说明规则。好，基本就是阿比淘汰赛，基本个认准啦、接牌啦、那感情，安怎不是讲的哈？主要是讲看他家你啊有进步几多。哎呦，双排，双排唐哥先生老他家讲个已经，吼你啊看各位来比赛，个。参赛者，有进步几多？也是最重要个问题，好吧？好，加油！好，安子生，谢谢！好，上礼拜全部都厉害，看下礼拜又一厉害，哈！哦 ，TV 王三米带来大片一定要来，唱歌啦！今日我会带来一首快乐歌曲《大片一定要》，我们希望今日的表现让两首歌空亮。
好。哎呀，我们这个高材生啊，哎呀，对啊，研究所啊，对，中央大学哦，是研究所，而且他目前吗？对，目前还在就读啊。对，现在在写论文阶段。哦，夹个样的迷农没懂得硕士生。没有，你是博士也是很博士。人家说，我当时原本也是想要念博士的啦。真的啊。对，就想一想说，演艺圈缺少这种人才也是蛮可惜的。对，你也现在也是唱。没有。你现在也是唱歌的博士啊？对，没有没有，不敢，现在小小的阶层还在研究，对，是我的偶像。你也可以算是硕士嘛？那你往后再慢慢精进，就变博士了，对吧？真的吗？对呀。那你现在是什么事？我已经成仙了。阿弥陀佛。来谈贡品好吗？哎呀，我们那天我们的佛事来了，还有哎呦，这个我们这个演艺圈的佛，佛王啊，我很喜欢你的那个善迷你的演出哈，那尤其是他对于语言你请了解哈，所以呢讲起来很顺很流畅，尤其我特别喜欢的是。硬强那个地方你唱得非常的好。我是公主爱难，硬强真心爱打拼，人生如长，打拼一天亮。还有就是呼吸的时候，一口气吸满了以后，你有熊，一个句子就给豆浆死，很清楚那个粪头来讲噶。因为宠过噶，就宠得千顺，所以在这方面我个人是给你蛮高的评价，因为我觉得，请小英用这种很内在的方式在唱歌，虽然音准没几好，如果你宠过噶，从广播聊一点千顺的，好，加油，我们好，谢谢，听完法王讲完了。我们来听听仙姑的，仙姑，欢迎徐世慧仙姑。OK， 善美姐姐好了。其实在有一些些的，你的低音的部分其实还蛮，就是我较无按准，哈，还有亚洲国外，其实你唱起来啊，我林用版讲，我给我的感觉是一种甜甜的大片一听痒，嘿，那种大片一听痒，嘿感觉嘿一种甜的感觉，所以。在表现的题目上面哈，可能会感觉到相爱那种 power， 结果爱卡糖膜，还爱会卡糖膜，比较属于柔性的那种大变一听痒，好啊，就是在这上面啊，然后呢有一些音哈，因为在小瑕疵啊，所以讲因为人的音嘅唱法哈，有当时人会唱三连音，然后断长段的方式，因为爱弹唔出来，刚才看一下。其实三连音跟长那个短长短的方式，你会分不太清楚，还就是分字的时候，你会分得比较不清楚，可能在这个部分较多会注意就好。谢谢。哦，安志生。谢谢。好，你看本书好吗？王三明的本书。还有往后还有很长的路要拼哦，好不好？我们来继续研究一下。好的，好，谢谢，谢谢，恭喜，好，回座休息。特别来，李金元，今日从相思心相思情来谈看啦。大家好，今日又见面了，我希望大家能来加油，做得忙，谢谢安子生。
珍惜。我创作一好啊，当我扛起了当后堂啊，前面有做多按国规啊。哦，远远看好修长啊。嗯。哦，那个镜头啊，好漂亮哦。谢谢。对呀、啊，唐工 TV 都要做些衬衫嘛，唔敢摄东西啊。出卖了。讲皮呀、啊。皮落去都做唔得。皮应该唔会啦，应该不是这样。啊，不是，那是怎么样？因为我很喜欢看人家穿旗袍，啊，当我看人做旗袍。啊、哦，真的啊！特别看个三哥冲来闹连连，个主持人个谢小姐，伊特别做个旗袍都当好看，还当形象。你今天讲来交代好啊，做半款就好呀。但是，那三处的挂的人家个旗袍吼，上当然看起，但是无机会好做。哦，所以买东西有错个吓？爱经商，爱东商，东商我做个两三。有机会一定要做啊！但是没有场合啊。结果多多跟龙潭客家组诶歌唱比赛啊，就想讲，那我试试看。哦，我做个两三爽一比赛。哦，真的，真的。哦，有得多名啊？真有得。还有得名吗？有啦有啦有。哇哟，那这一件是福衣耶！没有，谢谢。来，我请泽伟老师。泽伟老师。哎，金明姐你好，哎，我啲开心嘅时间，我对你做印象当深哈，因为我看到你气质还当好，大白汤唱歌我真的很舒服。之外，我又看到你阿贵比赛底背度，你算系上演底背度当有特色嘅歌手哈，我当喜欢你演色，我演色来讲。托歌的当重要，哈，唱几米托两首歌曲，真正托个当好。你让我在这里不只听到你的声音之外，我看到画面，我当唱滴个回到夜上海嘅种感觉。我说你按好我推啊，配合当然要对你比赛正经当用心，做个三副也好，配合这首歌曲，上是心上是情，我知道。爱糖豆爱都饱满些香酥，还有你每个段落呢分配的很好，不管你些唱也表情，副歌的地方，我觉得那个你有把我勾进你这个歌里面的情绪。能够唱透的亚洲歌曲的时间，你要知道 slow rock 的节奏感跟精髓在哪里哈。今夜雾蒙蒙，个重点在哪里？对，它是哒，都三连音。嘿，三连音，那有的你唱起来就跳片，念腔嗨时间，很容易让这个歌呆掉了。故说讲，哈白。你透到类似安尼个歌曲的时节，你好好想一下，你个歌用蛮唱，我相信当聪明，一听都会唱到当好。那么当喜欢也音色，一透好歌的哈，后边看表现咯，加油！加油！好，一直升，一直升，一直升。好，安尼做到看人家的分数，好不好？好，来看李金元的分数。恭喜哦！恭喜恭喜！老师讲的，我其实会记得。哦，谢谢。但是懂好，懂好啦，哦，懂好呢。哦，好呢，哎呀，哦，加加去加三加三哈。来，撒下来。彭贤仁，今秒钟送心解酒。对，谈完了。今秒要唱出的歌曲是一首非常好听、抒情的歌曲，《送心解酒》，大家听下来欣赏哦，送大家。
伤心的酒微醉，悲伤往事更加心碎，从爱水就将爱给眼泪，也将心情蔓延来分开，鸳鸯蝴蝶双双对对，惦的往事难再对。主持人好，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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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亲朋友啊，同好堂啊，你探歌的歌的啊，各有感情。哎，大家听东西好堂要探歌，好唱又好听，好唱哦，有好唱哦，应该还好了，还好了，会唱所以有心情呐，有心情呐。但是佮上辈来比，所以不愿意投胎呢。哦，对啊，错啊。那个演员呢，还唔记得嘞？歌词唔记得。主要是有忘词吧。朱幽忘词，也是犯了一个大忌啦。哎呀，但是后来伊将有去参加那个比赛，拿到铜国的奖哦。要最近从头以战养战。哎呦，为了要参加那比赛，所以要比赛就糖都比赛出去。哦哦，所以你掉落去，不是？所以你也是职业比赛的，是稍微啊。没有啊，多几份经验呐，多一些经验呐。哎，有拿到铜国的奖嘛？应该不会差嘞。哎，礼拜桃园那个2016客家音乐节壮年组有拿到一个优胜。哦，优胜哦。在之前，你台湾那全省下雪的时候，到了花莲的玉里参加他们音乐飨宴，他们办的那个音乐飨宴。对唱组跟我太太对唱拿到第三名。哎呦。啊，那个流行组我自己独唱，侥幸拿到第一名。哦，多啊！你以后跟人双胞面投胎的，侥幸啊！对啊，请教一下那个徐世慧老师。先哥，其实你阿个音色啦，其实蛮特别的，哈，很特别，真的很特别。因为阿位记得，其实呢，在淘汰赛，我好像也是其中一个，把人家淘汰。哦，应该是你，对对对对，一样是坐在那个位置。对，好像你就记得了。哦，你记忆是好，自己淘汰自己啊。真的，记恨的。我几点建议啦哈，朱爱告，其实我如果没记错，我记得那时候有强调到你的抖音。对对对。是。不过在抖音的部分哈，部分我还是希望再修多一点，因为还是太多，还希望够卡 sell 的喂，因为其实。像安尼啰又探过东西哈，其实你要刚中带柔，要柔中带刚，真的不太好控制。不过呢，字跟字之间本身的要那种流畅性，可能都会注意到。还有两个情绪啊，其实你很喜欢做一个动作，就会轻抿一个叫“引冲动冲”，听音嘿会渐弱的很明显。
好，就慢慢慢慢，太长太长，太长太长太长，太长都没上。他们都搭机做安尼做的时间，就是数都跳制式化。其实探戈的东西都很容易让人家记得，所以我会希望讲讲按后位狗位哈，你可以再发挥，因为这个我觉得是你可以当做你擅长的工具跟武器。好，这个我觉得可以再多一点下一点功夫。好，安子 C， 谢谢。好，安子 C， 好，哎，那叶老师要补充。哎，刚刚思慧老师讲，大家说的很有道理哈。那我呢，我是更直接的，就是希望说，俺甘国公按后位上。按后会赏，按后会赏呐，哈，真的是需要用比较有情绪的表达，因为你这样全部都拉平了。师傅老师刚刚讲的非常中肯，那么可是我的觉得，我希望你就是直接就是告诉你，比如说伤心的酒，伤心没酒，后面就不需要拖了嘛。你要像个男人一样，就你要讲的是这个伤心的酒怎么样呢？就直接把它断掉，就不要把它拖得那么长，你每个字。的尾巴都拖很长的话，就歌曲没有办法有一个对称。伤心的酒，微醉。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我非常喜欢的，就今天我给你的分数还蛮高的原因是，可以进步轻抖。他的抖音呢，已经是很清楚的把咬字咬完了以后再抖。这个是一个很完美的抖音方式，只是用的太多了，就没什么了不起了哈。所以在这方面，请继续加油哈，希望看你更好的成绩，好不好？哦，是是是是是，这个哎呀，就一直都讲到我的痛处哎。有人哦，哎呀，他当时也是说我抖音抖太多，没什么了不起。哎，我曾经碰到年轻人问我说：“哎，罗大哥，请问一下，那个抖音到底要怎么抖啊？哎，对不对？”还是我们保有我们自己特色啊，这样会影响他的分数。与生俱来了，要改比较难。哎呀，没有了。如果要符合现代潮流，真的能减少就少啊。啊，看歌了哈，有的歌就不要特别抖太多。对，因为全世界也只有一个罗时丰，对不对？我也学一天的啊。那这样会不会抖出太多人出来？对啊。那于大哥是学一个叫刘郎。哦，啊，刘郎是学。牛郎可能学牛郎。好了，看粉书，哎，胖天的粉书。人生舞台戏难演，他真的唱得很不错，但是很奇怪，就是觉得那唐友就觉得好像要把那个抖音故意要去掉哈。现在我不能读了，人生舞台凄难言，他就要有一点这个感觉，人生舞台凄难言，就没有那个味道啊。好嘞，看粉书，哎，胖天的粉书。恭喜老师，哇，粉书懂懂，哎呀，谢谢谢谢，好，再加油，好吗？加油加油，回座休息。撒哈雷，蹦必定带来浓情从相依。来，等啊。那今日要唱那部的嘿《浓情从相依》哈，啊，我东山人都个脸哈，我希望我能够顺利来过关。哎，什么太太，谢谢。秋风春风
才要死。一直看人家头皮啊，很难得碰到一个参赛者。骨头像按骨胎，懂难的，懂难懂难，对呀，对对对，像小巨人一样哎呀，好可爱哦，小巨人超级有上进心的。是啊，碧玲姐姐也是一样啊，到现在也是社会大学继续念书，对不对？哎，对，学了什么？我有学，礼拜一晚上学国乐，国乐，礼拜二没课。礼拜三，礼拜二没课。礼拜三下午，电脑去那个不是那个爬山，好冲国哎，好冲国哎，各上班。礼拜四，拜四好平板电脑，平板电脑哦，拜五好英文，拜五好英文，全部按来，拜六了，拜六了，那人家打擂台，拜六专门有力量。哦，拜日嘞。礼拜一租市场买菜。哎呦，巨细靡遗啊！你哈，从两个神法都讲出来。神法骨也排满满满呢。哎呀，暖阴针，暖阴针哦。按摩汗，哎，用出了零加比摩时间哦。没有，我抢啊！一天没出时间出。哦，有。哦，怎么原来这么不便宜哈？伊讲无安尼，我听唔到实体。啊，突然我无法度沟通咩？啊，系啊，系哦，好厉害。那学而无止境，系啊，哦，系啊，你讲识多咯，学多咯，对吧？咁学啦。系咪？系咪？厉害，好一道算一道。哦，真的有那种精神就好咧，啊。系啊。来，阿得唱歌一下嘅。如果李老师。啊，先讲一开始唐五光发个下来，我做新都杭州雨淅淅咧，哎呦，唔空样啊！如果你开口从广发个时间，唔看你开口老罗哥主持人量互动个，你提起话这个，俺妈是读到唱个安国泰，你哈，当时很风趣嘛哈，啊，老唔唱国个样时个表现落差与动态，唔唱国个就舞台上个起点的当严肃，也无么个笑面哈，就当认真到国个状态啊，听听，啊，你袂卡，咩个无啦，虽然讲。那个歌声部分无嘛个太问题，但是在表情上面解释的话，安尼就有较加分的作用。至少唐五聪演员就唔会受到压力难太，吼。那做笑面也好，那做调你感情嘅悲伤的悲伤嘅表情也好，也做得冇相关。就安做讲解释的表情落来，就唔会看见安尼看安严肃安尼嗰种感觉。啊，自隐唱歌方面呢，人家商业没啥问题哈，只有一点的小缺点，在前后期留下浓情创伤，以及其归属国前台一面部分，台面部分会加强，唱歌没按词演哈，老一的缺点呢，天天的改进，我就相信会更来更好，因为本身的商业音质是当好啊，哈。继续了，给每本的建议，加油哈！好，好，谢谢。好，那这个看一下，哎呀，啊，来看粉书哈。好好好，来好，哎，看一下。王碧玲的粉书。恭喜哦！过关了，哎呀，加油加油哈！啊，喊伊礼拜个再来拼啊嘞哈！安子生，好，安子生，恭喜啊！哦，回做消息哈，嗯。来，撒下来。林依芬，今日要唱人生舞台。
可能啊。那今天要唱的歌曲叫《人生舞台》，里头歌的意思讲：人生唱舞台，舞台唱人生。希望今天有好的成绩，怎么看？两位主持人好，林爸爸好，林爸爸给侬诶工作都退休了啦，退休诶，这跟我太太做个小生意，哎呦，哎呦，退休了还做小生意啊？对啊，退休不休啊？哦，退休不休，因为魔咒哦，我给魔咒弄给我上路的，我不如了，不如诶，真秀了，哦，又做得谁生意啊？阿丁来大做。的总那个，总嘛个生意，带总那个，总嘛生意，做个化妆品的生意。哎呦，哦，安尼啊，卖化妆品咯，卖化妆品啦。哦，什么人看搞个化妆品的模主在台里，嘿啊，嘿啊，嘿啊，我卖化妆品啦。洽谈一下嘿。嘿啊，洽谈，阿公推洽谈啦。如果买不爱 ，no no， 我买不爱，买不到嘛，你们娘老公的，娘老公我买不爱，哎咩，应该吧。你们冲到样板，样板哎，叶老师，好，来叶老师哈。啊，哎，我哋提出那个讨论，公民的发发，那怎么样子去说这个林爸爸哈？哎，谢彩广哦，他真的唱得很不错，但是很奇怪，就是觉得我弹去了就觉得好像要把那个抖音故意要去掉哈，就是上一个受影响。对啊，但是呢，有一点我觉得他做得很好。因为这他的断句非常的漂亮，而共发给每一个段落几个字在一起，几个字在一起，而且真的是很用心的那个腿松腿哈，那个两个地方，前面的腿松是连着后面的两四个字在一起，然后后面的只有腿哈切两个字，所以这个地方都很用心，感觉上就是唱歌唱得很用心。腿松也三分钟，退下好似三年过。但是哦，刚刚四位老师跟周伟老师都跟我反映，就是说有一点，就是你觉得林爸爸有点太小心了。还没干过工，你一直你很小心的想要第一个把尾音去掉，第二个呢就是抹胸本来。中国家，像刚刚讲的自信度哈，对，自信满满的嘛哈。那干过，你的问题是强做不错，是。那如果说你唔强做唔错，你要做下一，好的去表现一下，我觉得那个歌的起伏会比你更棒，就更有那个胆识架势就出来，是哦，加油，谢谢老师，谢谢。
我们其实 就受到你们的影响啊。上一个才讲抖音不要那么多，刚好他唱到这一首就是要抖音的。对啊，这条歌不能读了。人生舞台情难言，他就要有一点这个感觉、啊。人生舞台情难言，就没有那个味道啊。对对对，因为唱一唱还哎呦哎呦，我刚刚说哎呦呦呦，他就嘿啊。跟我说讲吼，唱歌有嗓子，我们要变一个很聪明的狗叔，像罗泰狗叔嘿。罗大哥其实给他是浑然天成。我爱提供你阿叔狗叔，就像男的真给阿妈发奖品，那种海军讲讲，你发奖品的成分是什么？是擦一擦起来会有什么样的效果？是是 是。还有哎，人家讲哎，还有一件事来讲，像你阿叔狗叔吼。你 有一些重音你才要做出来，因为就是太慈祥的爸爸了，反而显得没有往前冲的力气。一步登天必喜空，你那一步登天就要，我真的一步登天，不是三步才登天啊，是你知道给这种感觉，还不就讲了，不讲讲哎哈，而有力，而有力突，好吧？你看，我觉得有其女必有其父。莫也唱暗号，莫输记，好不？加油！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谢谢。好了，好了，好了，跟女儿拼了。哎，好，那虽然有一点嘿小心，但是分数唔定用板的，看一下，好不？嘿，来，林二分的分数。好，你好，高管。哇，谢谢两位，现在是大方来，好多又摸锅了，哎呀，恭喜哦，谢谢，谢谢，好，啊，再个饼哈，可以做休息，嗯，三下来，六辈子，今天要冲阿妹的手术，来，谈开啦。我妈妈一生年轻辛苦，都苗栗大兰，冈山冈田种水果，一生年嘟嘟苍苍，落落落落。清醒苦老爱豆，四姊妹学都胎，哎，我为我的妈妈感到非常的骄傲，所以我今天要唱《冲亚树阿妹给松树》，希望爱金本你可以过关。
哇，唱都很有感情哈、啊。哦，谢谢。哎呀，给俺妈妈。上阿妹啊。哦，给俺妈妈。哦，难怪你比我唱也跳歌哎。对，差不多妈妈。我很高兴能够争取到这首歌，因为我对我妈妈非常的有感情。嗯哼，跟妈妈感情相当的好。对对对，她两年前我本来暑假要带她去玩嘛，她很高兴，她就跑到那个大湖去 settle 洗头，结果那个时候她就脑瘤，就跑到大湖。我们是大陆。卓兰、哦，苗栗卓兰，大兰，大兰，对对，大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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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要讲妈妈的故事、哦。对对对，好，我妈妈一生非常的辛苦，非常的劳碌。那两年前我就是要带她到去玩嘛，然后就是在大湖那边她洗头，然后那个时候那个脑瘤就爆开来。然后他后来就从此他就不会走了，因为就去开刀，就不会走了。所以说我到现在就是把他安排在桃园，我每天都会去看他，然后慢慢跟他复健。从被抬着进去到现在，他已经会讲话认得我，哎，我很高兴。哇，对是。所以还是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有耐心哈。对对对对，我不放弃他。所以妈妈现在非常辛苦把我们养长大，复原的相当的不错，不错，非常好。多久的时间啊？两年多。所以两年多前发生，然后这两年来就慢慢复健复健。哎呀，他已经 innocent 不讲话，跟朝人爱转去庙里，哎，礼拜一我带去转去一转呢，去看看呢。哇，跟一下去不得看电视嘛？特别等下妈妈加油啊嘞，好冇？好冇？跟妈妈讲话。妈妈，有时唔会唔生癌，唔怕，毕竟呢人生如何，有癌癌一天要照顾到，照顾到，重重叫叫，健健康康，康复起来哈。对，有你的一天要人生太感人，如果想起来太感人哈。对啊。嘿，罗妈妈。妈妈，我爱你。嘿，棒。哎，腾空用平平香罗了哈，俺都罗死缝啊哈，哎呀。唔啲肾癌冇，那个两年前有看人哋脑液大雷台，应该还记得癌哈。你摸呀，十分友好，系啊，也叫我慢慢的平，按起搞看努力地位，较坚强地位吼，对身体吼，慢慢的要复健吼，来比康复起来，好。哎，妈妈加油，加油，加油啊，加油啊，看不得啊。你看到没有？要上班的嘛你。好。啊，今日带来很有感情的歌曲，安尼来谈一下那位先生。最好给位许哲伟老师。罗妈妈，我系泽伟啊。哎，你下开始记得爱做等哈，莫要真嘅很会唱歌，你等佢总决赛了，你现场弹佢唱歌哈，加油啊！哎呦，总决赛哦，是不是？好，这样好不好？真的，你也努力唱。总决赛的时候，你把你妈妈带在这里，好吗？周董好啊，可以吗？好啊，可以呀、啊，跑得更快，可以请假嘛，对不对？可以，可以 ，OK 的。周董哈，好，好嘞。啊，做侬加个比赛哈，毕竟当欢喜，我看作案呢，还有给你唱歌案呢，会感情啊，就滴妈妈对你来讲当重要。对于这首歌曲的感情来讲，是本意当好的分数。不过对于技巧来讲呢，因为给你当然talk。这个听歌的歌位来唱哈，古时候讲会有比较，会比较，应该讲，加你在很多的技术上其实都没有问题，只有在节奏上，加叶老师去摸奶啊，师傅老师你讨论一下，你说讲讲，你要说歌曲的断句，我们很在乎断句，出腔讲法样，位置唔走情感路，你不会唔会讲位置唔走情感路，唔会安尼讲。中间是不能断气的。故事讲你要两句，最重要的两句，在这歌里面最重要的精神，位置高用减夫，你也是在中间，位置高用减夫，就是为让这个歌，唔单枪讲，你要说歌曲弹歌的情绪团体嘞，还有按你唱咩唔唱。故事讲哎，上好。那么唱歌的气动重要，我特别的用常识来讲，必须时间歌词一天要念来熟，
用白音来说，就像叶老师恁特别讲的，那唱唱歌唱讲话，讲话的唱唱歌。古所讲，特技来念，为之嗯走情感路，为之嗯高扬肩负。好，再来唱，念说再来唱，就唔会有温气的问题。顺沙做练一个气，好冇？其他我知道哦，还有一点我讲的是，我当戏粉你有一些字的。还有一些音的哭腔，很像黄以玲，非常好听，有一种懂腔，有一种有一种酸酸的，很想让人疼惜的感觉。那保留，不过要记得莫太多。我觉得你今天分配的蛮好的啊，梅松树啦、刘台路那几个有哭腔的地方，我觉得你展现的非常非常好，把妈妈那种好像哇从小把你养大那种心酸，然后哎他嘎夫那种。放在肚子里面，然后非常温柔婉约的感觉，从这个哭腔表现出来，我觉得还蛮特别，这是我听到的。那希望正经加油，正经比到 help 班，希望罗妈妈的现场帮加油，好吗？加油哦！哦，好，谢谢老师指导。好，那罗国立老师来补充哈，来。那稍微补充一点就好，嗯，讲阿妈妈故事的时间，一两年来哈，我相信。个心路历程，个过程一定当辛苦，吼，根本职业唔得叫你去读诶，吼。啊，但是你在创业出国个时间，我相信一定会见面到过去照顾妈妈种种辛苦嘛。但是你安尼稳稳来国外创业，也当无简单，也表示讲也功夫有啦。尤其到面向唔讲，老妈妈个故事时，已经讲头到面讲迄心酸事，但是眼面仍然迄个很灿烂的笑容，也一点让我很佩服。你既然能够。一步一步踏着血汗走过来，然后还能面带笑容的妈妈加油！我一只虽然人，我做是十十万人啊，他们讲的时间啦，所以我这夜店我真跟当披风，我希望一个舞台，那叫叫好好让我留下来，加油！安吉生，是，多谢多谢，好，真的很棒。嗯，安吉生看一下粉丝啦，好嘛？好，来，罗贝真的粉丝。恭喜哦，哎呀，顺利过关，哎呀，你先休息一下哈，休息一下。看下嘞，唱水飞带嘞，韩国。我就是台湾的沙拉波吧。哎，我可以表演一下我的那个特技吗？子豪有一个愿望。有愿望啊？想跟。李焕波老师合唱《伊是俺的偶像》。偶像。哇！开发爱才来妙，但那心哦，那哎呦呦。大家好，我是水飞，今半夜带来了首很多韩歌。那希望呢，可以鼓舞我唱到季赛，谢谢。
没有默契啊。那要再重来一次吗？冯老师，这气势磅礴。要再重来一次吗？好，要再重来一次吗？再来一次哈。啊，我太累了。时间不够了。我的战友可以上来亮相吗？你的战友？我那只拍子，我的网球拍。哦，你的网球拍哦。哦，我。我就靠这一只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哎，讲到跳刀一排的，嘿，国创必衰牌的。嗯咩？哦，要什么慢木呢？哦，来冲来了，来。哎呦，好漂亮哦。你啊，跳过嘿，小威。哦，你啊，看到哦，我脑震荡。你做嘛蹦树呢？哦，你啊，可以避震。避震啊，咬球比较好咬。啊，你跳刀嘿，你知道沙拉波巴吗？上两个礼拜在高雄比国际赛。嗯。哦，我就是台湾的沙拉波娃，咻咻过，跟旁边看人全部来看来打。哦，真的呀、啊。咻动太响。跟你咻一下，跟咻一下，跟谁来吼？是徐文阳太啦。示范示范一下，你个赏鸟还赏来了。来来来来。示范。摸。怕海吗？摸，嗯，不是。哈！真是你啊，很多他。哈！哈你啊！哈哈过你啊！我是老给石头给伤。厉害厉害厉害，系啊！啊，唱歌又跟打网球哦，因为我可以表演一下我的那个特技吗？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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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平常我在家里哦，一次都是可以十几、二十几下，这是非常棒的一个运动。对，也还搞个转场，嗯，对呀、啊啊。但是冲国都唔掉，对嘛？冲国唔掉，转门冇哩。哎呀，好了好了，来谈一下那个徐世慧老师的共鸣啊嘞。好，阿慧姐姐，其实你选了一个高难度的歌哈。啊，这首要说国外啊，台湾白糖，可是呢，它的震撼力真的很够。嗯。阿姆哥呢，你的声音呢，是让我觉得。要亮照礼拜堂都最特别的一个声音，好，然后你的中低音真的太漂亮了。来行过繁忙的山路，我要踏出脚掌的步伐。不过你要开 control 点，就是控制你这个音色哈，比较没有那么稳定。你拿网球拍可以拿得这么自然，这么有气势。为什么你拿麦克风的气势，朱某枪拿网球拍的气势，这个我是比较特别。啊，不过跳前的酝酿的点，我觉得你是失误连连，好，然后那个八度音抓得非常的不稳定，所以呢，啊不过呢，我却被你最后一个字给吸引了，你那个配合跟乐团的配合真的是配合得太好了。所以呢，金碧，其实你在如果说你去给他痴心点，周队冲青黑波，你再回去想一下，你青黑波用的老歌叫嗓鸣冲到暗爆，然后跟乐团的呼应到这么完美，你回去想一下，好，下次不要再试网球拍了，因为海军姐姐已经，海军妹妹已经躲到没地方躲了。好啊，所以呢，希望讲再拿出你的字，因为你的人声音太吸引我了，我希望能够看到你越来越好的成绩。好 ，OK， 好 ，OK， 谢谢安子生。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好了，来，刚刚来看一下粉丝了。苍水飞的粉丝。来。哇！哇！不会吧？给到满分呢？我都满分了，我都满。啊，对。哎，俺俺感觉哈，你是被音乐震撼到，还是被他的歌声震撼到？我是觉得，那 Conky 哦，他非常有潜力。从刚刚开始在对 key 的时候，连前面都抓不到的那样的感觉，一直到后面一冲都不一了，那后面那种架势，俺俺俺要讲哈，我一直觉得我应该鼓励他，因为我们客家的要进小巨蛋的天后快要产生了。哎呦！你要用个嗓吼，有这样的嗓尖，然后这样的 power 的爆发力，当然因为他是运动员有关系啦。其实讲，我干过工，有的时候真的歌手需要一种自信。你要去给他干过工，这样你要金不易，我不易二十五分，我给你满分。金不易讲，我觉得那些小问题，比如音准呐，大概那都东西，对你来说是很容易驾驭的东西，因为你后面唱的那么好，那么有把握，所以。你应该
从下次开始的时候，你就记得说我是25分要进小巨蛋的歌手。哎，我的中国歌，你可以心态都冇轻松嘞。你去光光站那个样子就不一样，就像像你在网球场一样。嗯嗯嗯嗯。感觉讲，下次我们再看到你站在这个舞台上的时候，就跟在网球场一样，呵哈呵哈就来了，好，好不好？加油！谢谢好，安子杰，安子杰，多谢多谢，哇，粉丝真的是捧的果花，真的真的真的。好啦，先恭喜啦哈！哎呀，恭喜恭喜，哎呀，夜班咯，夜班咯，好。你的最爱带回家。哇，粉丝万国。我今日流行歌曲做七 B 的跳转朋友哈，中枪又哎呦，全部公馆，哒啦，恭喜公馆的朋友啊，欢迎礼拜还要再变啊嘞哈，哎呀，今日啊多谢呢，辛苦的评审老师，谢谢。流行歌曲做 B 的来看传统组的比赛来。亚段的传统组的淘汰赛 ，Part Two，Part Two 啊，就听一礼拜了哈，所以下面讲个高压的淘汰赛啦。嘿，暗冲要的 Getting Can 搞不慢呢。嗯，当然搞不慢的专业的欣赏了哦。没错，李春霞欣赏，梁风华欣赏，罗英欣赏，钟明欣赏。亚礼拜安的传统组因为四下歌的，哇，四下歌哦，三歌，没个行船歌哦。好没有，没有，也朋友呢，他讲也好朋友呢，差不多平台啦，好朋友啊，好朋友的封号，金边说的鱼的封号，马街封号，山歌小王子，哦，嗯，谈过呢，刘子谦，哎，哦，刘子豪带队洛山歌。谢子豪，你等什么？我唱太严重了嘛，该。嘿呀，嘿呀，安尼默契都夹旁边，跟尿样机安尼翕啊嘞。嗯，精彩啊！某一天太严重冲属于哦。基本上，太严重的病哦，没毛安改。嗯，不分上下哈。嗯，对，你有哪弄？唱的鼻子都是汗的，要补个妆吗？来跟大家问好一下啦。太假吼！哇，是鬼样太啊！啊，你们报个名啊？我是刘志吼。哦，今年多少岁？13岁。13岁，在哪里？中啦。冲到暗号。
当然要欣赏来公平下嘞，好嘛？叶老师，自豪今天从俩罗山歌哈，其实不管你从哪样办啊，你去到推步推档吼，还小涌动吼，所以就开始就本应感觉，哎，你可能你也动入慈心哦，吼，所以从起来你也算个运动系不差，好，所以呢，不过你系做得很下进步，不应只建议吼，就系你从嘅世界，比如讲你嘅第二级，太假，动物应该太假，还糖豆，你啊动物应该只溜系冇，吼。太假了哈，糖豆，你系了呢？应该了了一填充，应该哦速度很短，所以你躺起来呢，就有点就是很不干脆的感觉哈。所以你系做得太假了，好唔系太假了了，哎用躺起来就有点拖泥带水。好，韩国呢，你个第三句哈。客家乡亲，客家会从长来哈，乡亲同欢乐同，哈，你从到同欢乐，哈，你要找事就聊聊下，莫按清楚。客家乡亲。整体来说，你的声音应该上韵，肺松改喉，所以你肺松就本钱从到喊下喉，好，希望梦烟你就提这名咯，好吗？哦、好，是梦烟。安子叔，安子叔，子豪有一个愿望。有愿望。对，既然讲天纯你的声音又暗好，那么今天就由我这个客家甜心，美丽漂亮、年轻又可爱的海军姐姐来完成她的一个愿望哦。对，你要完成她什么愿望？对，她今天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梦想哦。是什么梦想？哎、欸，要还要啊？你要不要自己跟她帮你完成姐姐啦？哦、姐姐啊，想跟李焕波老师合唱小调《My Jugo》。梁焕波老师，梁老师、哦，为什么呢？这么多。有妈妈味道的你不找，为什么要找？对，你为什么要找爸爸味道的？对呀，以前爱个偶像，偶像哇，那了欢迎呢，偶像哈，梁焕波老师的都舞台当中了。啊，欢迎梁老师、啊，今天就完成你一个很棒的梦想，是不是一个愿望啊。好好，来来，梁老师，欢迎梁老师。哎，你的小歌迷呀、啊？对，你的小歌迷。哦冲来这边呢？对，那个那个那个偶像爷爷辈的了。哎呦，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哎呀，梁老师个冲国真的非常的好听。对，我也很想听。今天按了就让你完成你的心愿，跟梁老师带着麦个狗狗。麦酒狗。喝汤，来，汤一条狗来。谁人啊就爱人啊谁路做人啊强哦难才发爱才来妙难啊心路难悠悠何人啊就谁人啊来哟，忙啊俺忙啊去哟难。头发金彩金梦夜那心哦来哟哟。张张张，老师，唱到哪版？志宏，也声音了哈。我
从我应该感觉起来，佮十三岁嘛，哈，听我评语当讲个意思啊，哈，佮双非双非双凉，凉，啊，冻个冻过冻过，冻清像清脆了哈。要是讲伊都发肉噶哈，哈，都变重噶哈，哈，如果佮扁上，看佮扁上个长度会两百一样，因为扁上扁了伊咪冻火糖伊咪伊个，像特别爱俺咪发肉冇完全嘛，俺咪扁上嘞，对不对？哦，对呀，我应该上咪扁，当然应该上面还要嘿，还记哦，特别等下大概。拼音应该要写哈，客家有梦，嘿，加油，以后前途无量，哇，哎呦，有老师的加持，你一定前途无量，对不对？有，可以的啦，哈，跟老师抱一下，来，抱，哎呀，抱一下，哇，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有趣却不抱，啊，不要洗澡哈，不要洗澡，谢谢梁老师哈，请你先回座，要麻烦你要打文书啊，要看球果馆么？好不好？哎，好了，麻烦麻烦，哎呀，好，安尼做了看，你们也安尼字号做了拿到也三千元的奖金嘛，哈，来，六字号的分数。恭喜，九十四分，哎，拿到三千元的奖金，来，恭喜啊，志豪，继续加油啊！哦，恭喜你哈！哎呢，谢谢子豪哈！哎呀，安呢，哦，安呢，先请子豪回座休息哈，谢谢，恭喜哈！安呢，马上的进行一个比赛。好，比赛之前，先有请到李秋霞先生来讲一下规则。好嘞。来，今日呢是淘汰赛，淘汰赛呢，啊，过关的条件在就嘛，老师，韵脚，弯曲，四句八节，莫唔记得歌词。要非常重要，好像安尼上一些有青龙眼创了圈哦，到后背个歌词唔记得，好，那非常的大伤，所以今日大家的注意哦，加油！对，有请 TV 创作朋友林允龙带来三个字，唐可乐，来林允龙，感谢电视台本来一个 TV 台也上台哈唱歌诶，诶，一摆我来唱安呢，作为啊三个字哈，我要尽量加强哈。三万变充满大家课堂，好，感谢大家，耶！有钱哪来有啊？主持人好，嘿嘿嘿嘿嘿嘿，好，有缘有缘，哎呀，礼拜有好好的练冇啊？有哦，好些多呀，也是淘汰赛了呀。嘿，嘿，我弟啊，老师有讲过的啊，哎呀，欢迎进来闯哦。哎呦，啊，我有压力冇？有多少个？多少个？反正冇得位了。来来来，请教那个李秋霞先生好嘛？来来，公平那里来。啊！你啊，润龙哥嘿，哎，做了四季泰国创三个本小朋友谈亲好，啊，了小朋友说不要在一种个，啊，那个感受，哎，哎，你咯客家文化爱推广，
俺唱了山歌是平板，不过你今日唱的，俺感觉是，可能你气人也真感动，哈。我伊上回有讲过，唱个咧山歌子、平板山歌子，哎，你腔调无腔调，腔调无腔调，写了老师莫去按按分法，有当多种个唱法。你今日了这个起来吼，你唱个有钱有缘，缘你唱到缘。有钱哪来有啊？好，莫笑穷人，你说到穷人，哈，作烂鱼，作烂鱼，哈。30年前，你唱到钱；40年后，70年后，哈，你按唱法，有钱了，有奈缘呐。按唱法，你唔会有钱了，有奈缘呐，变成缘起呀。所以你要诗来做韵的时候，你看你用乜嘅韵脚来唱法。你今日用韵脚按唱法，我感觉千多诗是冇咬脏，哦。同时我感觉你喉咙卡卡，好声音冇飙出来。啊，唱歌嘛豪放嘛，哦。我感觉你好，你今日咧，本嘅感觉吼，还是本而在建议下回嘅时候，你唱嘅时候，你千多变，哈轻松嘅感觉。你必须从平常心来必须。按样嘢，你福建加好嘅成绩。啊，谢谢谢谢。就系会改进，加油！加油哈！谢谢谢。好，来，看粉丝，看粉丝，来。来看林云龙嘅粉丝。披风了，波。来。看富丰企业粉丝。多福龙。还是来有史以来最高的。旁边木溜红的吧，行啊太长了。你还有溜红啊？好像没动态哎。来看林云龙的粉丝。来。恭喜啊！哈，继续加油！哎呀，我本来老多唔会过关啊！哎呦，哈冻啊！你好，系啊，啊咧，躺一下个录音是咱本意在上班的哈。哦，系啊。哦，咧润龙阿叔哈，其实我感觉啦，你从咧三个字吼，个润味本身一好。嘿，他们讲可能爱想讲可能紧张，好，所以从起来呢，聊聊咧上下限呐，吼。俺当然了，你就哈先生吼，去讲解吼，你你阿拉去吸收起来吼，你系你进步嘅空间。另外呢，我本人建议，我知道你家里爱趁字听到，应该特技读入来，好，比如讲，你头先做从来小时时就小时时，么小时来时。好，安样就提虚实态度，嘿，应该你爱嘿思想多嘞，哈，思想多。其实安你根本也从你爱还冇问题，系讲从头就到够就到够次哈。佮也从戏，你加如加只来加出片来戏，哈，安样意思就冇强用咯，哈。当然啦，哈，系讲爱挑剔，你提三级到提四级，哈，水流动。水流时，佮就流出去嘞，你就留去水流来动，水流来时。好，安样就下多嘞，好就没必要加这么多啦，哈。他们讲当然你我本人也是三分的原因，是认为我吃到你贵属躺起来其实还不错，所以我希望你可以留下来，走得很下进步。好，恭喜你，什么？好，谢谢谢谢。哎，我想说，前面我终于印顿批评，印顿批评那个粉丝要不你是三分 ，OK？ 那么正义来讲是冲到动火了，哎呀，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啊！喊一百在边哈，加油啊！好了，回座休息。下来将一弦带来六三歌。歌一关呢，啊，天一关来用六三歌来唱。希望乡亲朋友会喜欢，那会尽量唱较好听到的，希望也有好成绩，希望大家。
山歌台湾做成语的错过好吗你看看两三月江吗东江啊东江啊嘿啊你都会看吗你都看立秋霞老师啦做要两夫啊要两夫要两夫啦哦用家长铺料做夫啊你做定东江啊你做定要蹦蹦巴巴按神器蹦蹦巴巴你要两三本人去重夫要来盖到边背心，重复做的盖到边背心。嘿，那还想来讲安顿还忙忙，忙死了。啊，都演一张副角，演一张副角啊。哦。做得安尼盖哦。哎，跟俺一条斧头下来，不能盖盖到背心哦。做得啦。哎呀，俺呀背心嘿，斧全部开盖啊。特殊的，俺呀棍边嘿嘛盖你嘛。棍边嘛。哎呀，棍边那个，俺头白个床罩啊，个床罩我们有个棍边，哎，俺所有蔬菜没开脚坏脱，啊，个周边冻很新鲜啊，周边不会坏呀，俺爱出来唱下来，怕那病太流。哦，变到一个散的棍边，要做创意哈，客家人的上腔，哎，都变了一种东坡的创意。嘿啊，天师见看见了呐，很厉害呢。啊，爱做啥物事啦？好厉害，厉害，厉害！哎，安尼，安有，安厉害，安尼艺术，吼，艺术的手艺，唱歌唔就厉害嘛，吼！来，谈一下那梁凤婆先生啦，哈，来。我哋艺轩哈，本来我对你嘅唱歌嘅个技巧，就系讲，你唱歌嘅日本靓来讲，哈，应该就唔未从你基本嘅安尼来水准。咁啲你认为感冒冷到？人是健壮，还人是冇衰饱吼。你下你唱个下翻山过岭一下出个，跟你嗓子拉提起来，三百四十响就拉提。到另一边个只建议吼，你大概因为翻山过岭，可能念出个系只鼻音哦吼。翻山过岭啊！你推到鼻腔去，就摸该就没有沙哑的感觉，就不会有那个现象。你每样你短短的，怎么听也是上的那听。韩国吼，路弯弯，个是动唔久啊。路弯弯啊！总讲两首歌，你唱到吼，提点我听你咩讲？系感冒，就系紧张，就系讲出把冇水饱啊！然后，系咪？
唱歌吼，你三只条件吼，你三只情况以外，落去变做第几啦吼？啊，因应该成为恢复你的水准啦，还是你的水准唔未安个咧吼？哦，什么？哦，就是我个三先生弹个都较优良，还弹都是同同好个呀。以前在讲讲啊，你替咩无分数啊？哎，有可能哦，系啊，系啊，他个做浪本，系嘛，系嘛。可能要良心上浪本。还蛮大啦，还蛮大啦。来来来，看一下分数来。来看奖以前的分数。不要自己吓自己，对吗？常常自己吓自己。哇，你广东腔也懂电影讲样的啊？你都高分的呀，广东腔也没分。哎，没哦。啊，继续加油哦。好。啊，睡饱了杨磊哈。哎呀哎呀。他昨天睡饱了。好，恭喜哈，恭喜。好，按住先，好，回做休息。好，沙下来。好，沙下来。呼风起太高。好好。准备要冲，平板。来，弹过来。那一副方器，当日来比赛之后，根本有过多状态，希望都在用好的成绩来表现，希望大家都在命哎，加油，什么都来。去年创了条歌的时间，李老师有人来指导，那特别唔好，我又转音又练过，又转音又练过。哎呀，你就重复按你紧练紧练哦。不可同日而语。真，嗯，很厉害诶，我匆匆诶，拼到最后被第一名嘛。哎呦，真的啊。系啊。啊，佮可能佮拜自己一生一世。去年去年来到国外无晋级啊，啊，专业这个专业练过啦。李老师有特别指导说哪个地方唱不好，回去我自己我去揣摩一下。很认真，非常上进。哎呀，上一刀。哎呀，哎，雷多亚先生现场的指导，机会吼，不是罚钱。嘿呀，哎呀，多带好一模来唱高一下那个。江云俊老师，啊，福星上诶，给平板唱唱到阿曼又美头，哈，给上啊，给腔调啊，相当啊又美头哈，那系讲诶，半夜给你时间，我起到唱嘢，这个文戏啊，香港嘛衬词诶为主哈，做得十个好好的，比如讲唱最后尾哈，发不透。调机，我记得啊，调机哈，那调那你中间的衬词啊，搿只词你是调哪机呀？其实你做的用调哪机呀？不调哪。
太不错。用扮演这样个讲法个人来吼，个弱弱个每一句话个力量唱出来，让人吼是十个还没十个打动人心。所以爱这样个进步个空间呢，爱就期待你未来还没更加好。谢谢江老师指导，我会回去改进。莫客气，莫客气，谢谢。好，安吉生，安吉生，好，安尼就先来翻一下这个本书，好嘛？好，来看傅逢奇的本书。古文哦，我是来有史以来最高的。你看人家表情都模样样哎。英英老师本大门国服呢，对呀，本到你是西服呢，二十四嘞。英老师，恭喜彩啦吼，系讲副台讲，你讲来参加比赛就系来学习，我当然真吼，第一讲，介 Andy 介农业大擂台非常介是梦嘅安置是 Andy 介节目，所以呢，在俩比赛当中呢，一摆一摆，吼比你系唱歌喊下好，喊。其实你根本你唱到最好嘅位数，就系你唱到动词人，好，不管系你系哼腔啊，吼，还讲咬字弹得出来，也要注意，也要下功夫。就是你一起来参加农业大擂台进步哈，安用现个升级哈，不用鼓励，他呢不用再建议哈，唯一就是加强爱渠道的加强个位数，就是呢你的虚字衬词哈，做在从头向下降，比如你个天一记哈，气风婆哈，你莫用婆数润哈，因为婆在先是哦哈，你下加三个哈，就是贴片改 visa 就会有别人比较跟别的歌曲，然后配个意念比来下到鼻腔共鸣。好，所以系竖竖音呢，竖到呐，吼，然后溜，吼，又加时加上去，就会下降。好，破那跟破，有冇？好，弹起来从十九人哈，给人家感觉就啊。很到位，好，安样的感觉，沈梦怡。好，这样子啊，也恭喜你啊，吼，又是一个真过分。最过分的。这样，要让粉丝可以慢慢演秀下去嘛。好，哎呀，恭喜恭喜，谢谢，好了，回座休息啊。谢谢。好了，三下来。王秀云带来三个字。大家好，我是王秀云，大新竹。潮泉又富泉，龙应水呢？爱喝呢长山果，大家认真学山果子，为了切切胎，打擂台，希望做得国家。
运气，你好，厉害厉害，好，哎，你那一天摸赌都很吞上麦，做麦了，三鬼阿太，哎呦，好。各位看你熊猫哦，爱按王神啊，王神啊，哈哈，你心肝王啊，哦，王神啊，哦，你个嗓音真的很亮，刚刚那个前面一条喇叭一冲来，打啊，哦，不打过你啊，所以前面又无来了，无来蛮好，听做啊，哦，录音的时间关系啦，所以就先跳来踢做。八点钟来啦，我喺度七点就来嘅呢。哦，做辛苦呢，辛苦啦，嗯，辛苦啦，辛苦啦，系啊。但是必须咧，发扬客家文化咪，哦，要创多人好对冇？哎，三个月量，系啊，嗯，对对对对，唱歌人咧力求啊，求下先生。你嘅第一句爱唱三个秋葵山哈，但山入面是你树荫，树荫面应该同个树荫哈，非控制了冇讲清楚。哈，两三工转高音的时节，大音一转到高音的时节，你是感觉有多少多少会难音？真紧哦，你夹到音里昂嘅，莫你转个不真紧，讲人见面他唱那软脚，本来就有感通道哈。所以你个电多的时节上音，因为你唱从的入音，就阿峰啦阿何云贵咚咚就落去嘅哈。所以你入音的时节，你唱从音，你上音有会收彩，你就会多不团音，会压不拉。所以你在在转转的时候，人虽轻，或者轻视你属于咩气脚，你气毛啦，毛人疼，然后两三更咧这样说的，大军一转过去咩送了毛送好。要机会哈回事咧，要佮张所在过节啦，好不好？哈回爱，好，加油，加油，好，加油！我同讲啊，人家旁边木溜红的吧，行下睇下，我同讲。你加油溜红啊！我呢个边看到清清楚楚啊！我做冇动态嘅，吧。好啦，我帮你说。来，看粉丝，看粉丝。好，来，继续看王秀云的粉丝。加千米几人家讲嘛？一职工。咩啊？西蒙啊！一职工。好来，预备起。西蒙啊！好来，恭喜哈，回做消息哈。谢谢你们的开始，婆婆。好嘞，三下来。车新看带来六三哥。好来。南山六位同那树啦。呀妈呀，样都蛮。天哪！面板。拿起的小鲜肉是。哎呦！哎呦！哦，好，好韩味哦。啊啊啊！搂住我！好，现在哦，天气太干燥，开始较好，来吃新鲜。今我因为三加因的提示去推的因哦，农业大绿推的比赛哦，罗台今有在唱罗山歌，希望开始较不爱鼓励哦，加油，谢谢啦，耶。
坎坷路难，脚踏。航万里呐，新片吧。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小康老师，啊，带么么呢？谢谢。萌喂，也带带萌，带萌还觉得跳一百。哎妈，你心看八号冷痛来参加比赛，冷痛啊？为什么？真的？哪里痛？东阳春呢？啊，我上次有开刀，上次有开刀，一块多啊，骨刺啊，骨刺了，骨刺了。真的哦，有压到，椎间盘突出啊。哎，医生讲吼，唔得因为月底的时候牙骨刺复发嘛，所以唔得想讲，哎，牙白鼻衰状况会怎么样？啊，希望讲伊敢所有的精神心力放在这一次比赛，啊，比好好开刀疗伤，对不对？我杨勇唱歌，唱歌是多少有了没有？该该那可以，机会怎么好？对啊，可以普通哦，一千人讲，看讲伊体质啦，有，开玩笑。哎，快百个了哦！哦，又快百个了。哎，百个了哟！哎，就是101年快了，是不？嗯。三四年就也又上又上出来，哎呦，上出来有滴滴啊！奇怪嘞。哦，其实也以后动进步啦，哎呐，吼，哎呀，冇问题啦，哎呀，谢谢。哦，这看按服伤对冇？嗯嗯。给小课，给爷给小课都割了铁钉的，挖了铁钉的。我听说了，我顺利平安呐。谢谢。系啊系啊，好。好，谢谢。安尼来请教一下那个梁凤婆先生吼，给今日创到样板呐。哦，先听台歌哈，今日创了罗山歌呢哈，我哋基本上来讲哈，你我从了贷款的个情况先来讲啦哈，第一点哈，你流畅度哈，流畅度唔拉哈，唐春冇个流畅度，韩国哈，你韵味来讲哈，就当好缺乏两种嘅韵味，从罗山歌。韵味来讲吼，是当重要。你哪只位哪啲位数，你咪唱唔好呢？像人生套路吼，你唱人生套路，你唱转动脚，人生套路。三年时候，因为就是哈只卡紧，又开始唱落嚟哈。很多后辈嗰啲位数呢，以后嘅钱嘅奖咪错，像。如弯曲个弯，咩只咩转动，只笃声就过去。喺天一团吼，软少几多，冷硬硬个味数，软少几多，个硬咚咚就过去了。咁样长长脚吼，系因为你时常紧脚唔拉，就系咪个东西是跳下过跳过，变感觉就种你你软转到长脚咁样啦吼。你讲时吼，系讲脚唔足。哦，你是病哦，舌上都会长，个舌哦，舌舌干长，啊，然后，佮个舌子会拉嘛，吼，按长个流畅度，就会拉，啊，个按转板个韵味，就会好柔，啊，个啦，我是讲建议，吼。系。啊，你建议好，就先看分数啦。系。啊，来看一下，你有没有办法过关嘛？来。请先看的分数。问题，过关，哎呀，恭喜啊，恭喜啊！好，来回转休息啊。沙来，林桂兰带了三个字。好了，老爷大人去赞，我今日做了新花花的衫裤，是当当做到男装去卖哦。卖了新衫裤，爱穿通大字，今日爱穿三个字，希望我今日能得顺利过关，耶！山流为痛。
子，好。所以乡亲还是个好。好。请教一下，根本也迄白头也迄庙里滚水泡温泉啊。哎呀，你用做一个浴袍就来比赛了。也当地日本转来啊。哎呀，日式风嘛。穿筒袜像做两年好穿啊。要配合啊，要配合。穿筒袜要。他穿啊穿，不整个个浴袍啊做出来的。对呀。那真的那个的浴袍呀。不是的，筒袜啦。那筒袜。要和服啦。和服啦。和服味啦。嗯。做和服咩？哎呀，你个都泡温泉泡的就做个个。啊，和服啊，做安尼个。无啦，你是呢你啊。香香的眉头呀，又有帅哥。那刚刚同样的秀云，秀云阿姨相同啊。穷款的，样板，快乐的，快乐的，系啊，欢喜的，嘿，哦，男子泡温泉，偏边泡温泉吼，还能边泡，一边泡温泉啊，还要一边夹贵，夹贵，夹什么贵？哎呦，啊，刚刚爱转门呐，也马该你嘛，人家转门的哦，转门做的。也是也嘛哎呀，要都嘛天然的捏板，但是我一般是都是捏板包吹包的，厨房的油料的嘛。嗯。你要是从田野的，全部都捏板的哈。你当好时候要摘摘。要剥包东西哦。冇，我没有那么爱妈妈是啦。一甜的。那是的。我吃一个小鲜肉是。小鲜肉。还可以贵一的抽屉当辛苦。哎呀，好，嘿啊，对对对，是。因钓拉丝开，莫问太开好了。嘿啊嘿啊，冇啦，是逮住的啦。是逮住。嘿啦嘿啦哈，哇，你看，哎哇，小康老师他孝敬你。嘿啊。哎呀。啊啊啊！哎呦！哎呦！哦，好，好韩味哦。搂住我！好了，回到现实。味道怎么样？可以吗？怎么样？后生啊，后生。因为你那些鱼炸，那些落水，那水鱼夹很鱼炸。干了要做一球的哦。不用很久。很久，整整那组好的啊。莫按个性啊，个落水鱼炸，啊苦人鱼炸，个就冻烂，就那越烫。托好了以后越湿，哦，佮湿湿好越磨起来越磨板板爱好越扎扎好越容易切切好越容易脆。好啦，阿东哥，嘿，先端本身上的公平，嘿啊，公体以后吼，分分数有过，不过有过无过，等下将唱先唱出来嘞，好嘛哈。来，欢迎江云玉老师。桂兰姐哈，佮唱了三个字，唱佮个人嘞，安那性格强，哈，非常爱安爽快的哈，所以佮上爱上两档好，音量啊，声量是很好的。安还个人唱到档安那朴实哈，某某个豆咖某个安因扭扭捏捏的发愁了哈。满山柳。有一种有一方面的个优点是，可能有还一方面，可能相对的也都有小小的缺点哦。所以你睇到未来系讲有机会做个比赛时间，让班人来唱得好，啊，有感情啊，有得个层次感，哈。唔系讲让因通通抬抬上天啦，哈，三个唱来抬抬上，喺地对中系用你来表达的感情咩咩，哈。所以你特技啊，有得个。那层次像又燃又困哈，俺又好冲又好强，俺呢分别让因岗位不因躺到俺动清楚，哎，通帮太太上可能因是躺到夜上，可能冇躺到夜地图的意思，俺用因哈，所以嘿希望伊那个热肠热喉，希望好，谢谢谢谢。嗯，俺躺了有个高管嘛，唔对的，看分数，看好看分数，看分数，来看一下哈，林桂兰的分数。非常的恭喜，好，谢谢，好，安尼滴咧，喊一百的唱歌比赛做浴袍来比，好，安尼就分数高，哈，恭喜哈，回座休息，好，沙
下来，三下来拢冲枪枪诶！哈哈，今天陈同志有六位的参赛朋友嘛？六位全部过关，恭喜啊！啊，你喊一礼拜还有当激烈的挑战了哈！哎呦，加油哦！好唱歌的朋友啊，哈，哎，接下来报名哦。报名专线0919388398，传真天发0222777823米。嘿，等一下就来报名哈，今日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所可以爱呢，阿咪多谢，辛苦的评审请上，谢谢安先生，谢谢小康，哎呀，谢谢小康老师哈。同时，大家忘记了咯，下礼拜都有时间的时间呢。老年大擂台，老年中华台，再见，拜拜。